又来到我们与前同行选股真功夫，河粉大家好啊！今天伺服器的机壳几乎是全涨停板，你说厉不厉害？这种股票本身在大盘这个地方区间整理的时候，真的讲实在话，我还要跟你讲什么股票呢？正发这张股票是不是也是电脑机壳啦？那所以盘中也特别在我们盘中的节目跟你讲说，实际上 AI 的领头羊是谁？这救世主是谁？就银邦。那银邦今天是早上的时候很早就锁涨停板，那正发也是吗？几乎是一价到底。那秦城是后面跟着奔上涨停板，所以这行情就很明确啦、啊。AI 在这边就是本身就是由这个救世主这个区块已经开始要发酵了。而且昨天的辉达本身也大涨啊，包括 AMD 也大涨，再创了波段的新高点。所以这行情在跌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啊，就是归于政治啊。因为大家总在想，还是很兴奋呢、啊，到底谁要当选？会不会有变天的时候啊？哈，所以我们的中天的投资朋友也非常的期待，会不会变天啊？哈，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观望气氛。的确，这个地方是观望气氛。但是我常跟大家讲一句话，你要记住一件事啊，因为这是多头行情，所以你谁是你的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因为政治是一时的，好朋友就是。下跌就是你的好朋友，因为下跌的时候你选到好的股票，它未来上涨的时候就会给你钱赚，对不对？你来股市为什么？不是为了一时的政治，是为了长长久久能发发发发发，而且发九九八八九九啊，就一直持续的发发九九啊，长长久久啊。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就这个行情就非常有味道。虽然看起来是难盘见高，因为这个就跟你讲什么。你也可能没什么兴趣，但是现在懂的人就是、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做这种动作，因为你看大盘本来就是涨不动。我讲真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涨不动，不管技术线型，不管大盘的原因之下，都是涨不动，都涨不动。就像美股怎么涨，台股也是开高走低，很多人在做一个卖出的动作。这种只要拉高就有在卖出的动作，干什么？大家信心不足嘛。但是你们想过，有些股票。他你都有人在卖他，他还可以涨停买，其中一档就是什么，就直接送给你勤劳诚信的一档股票，秦城8210嘛，哦，这档股票也是伺服器饥渴的，啊，不涨停板，我还跟你讲什么股票？所以选股才是重点啊，选股的真功夫啊，不是随便说说的啊，你要做得到与前同行，我有跟我们一样找出一个好的选股的方向，不要东买西买，而且你。真的投资朋友，你要记住，这种行情培养你什么？你的情绪的控管，一定要非常耐心。他明着盘就是叫你等待，对不对？你偏就告诉我说这行情啊，我真的股票本身的话，要怎么办？怎么办？哦，就是说啊，与股票，我套牢了，那股票怎么办？几乎这个地方大家都面临一个套牢的问题。那套牢什么？第一个，如果他没有未来，我会建议你去换掉。但是为什么你会面临套牢的问题呢？短套真的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股票像秦城之前我们也短套过，有没有关系？没有啊，它该涨就要涨。但是如果你手上的股票是没有未来的，涨也没有它的份，跌也它的份，你要等很久，那你有多少生命跟时间跟它等？因为一年的时间，如果你一档股票能等到真的可以大涨，那一定要基本面。如果它的基本面又不灵光，而且目前有没有跟 AI 有挂上关系的这个地方，当然我劝你也还是要什么，还是要破邪显正，要把它卖掉，因为时间没到嘛。一年时间说上，你可以做很多事，你可以赚一倍、两倍、三倍。那而且现在是在元月份而已哈，虽然是这样，有点稍微小小的选举的干扰，过三天再来三天之后就不会干扰你的。所以选前不买，你选后一定要什么，就要追高，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知道。美股也这边呈现，就是还是在辉达带动下大涨了6.43%。昨天那持续创新高，超微 AMD 也大涨，所以还是一样相关的嘛。这两大主流持续都是跟 AI 有关系，所以 AI 会领导大盘在选后持续带领台股上攻，尤其今天的机壳已经在发动了，非常的强，所以请你好好的把握 AI 相关概念股怎么样去带领你赚大钱。那你说老师这个地方我怎么办呢？最重要就是你不要每次在下跌的时候你就哀哀叫，你说哎，我股票套牢了。那你既然知道你股票套，你为什么你喜欢追高？你难道你不能等它低的时候再买吗？
你说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能等它低的时候再买？所以你看我们节目，我常跟你讲，你不要追高杀低赚点小钱。我的节目单单送给你这个秦晨，没送歌给你吗？银邦也跟你讲这么明白，正方也跟你讲这么明白啦、啊。涨了一波还是有一波啊，只要跌你去买的时候，谁没赚到钱？你不要去给他追嘛，跌才是你的好朋友，追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坏朋友，那你要跟好朋友在一起，要跟坏朋友，我要答案出来了、哦、出来就很清楚。所以接着当然明天的行情还是一样、哦、这行情非常好，因为翔硕已经持续 PC 在1月9号这边告诉你 PC 市场需求复苏，那当然跟 AIPC 有关系，2024年营业爆发，现在这它进来的利多相当的多啊，都跟 AI 也是跟高速传输有关系啊，它换机槽啊，翔硕啊，包括微风啊，还有包括有一档股票更下叫6104的创维，实际上它也是高速传输的。那为什么只有翔硕？因为大盘量不足嘛，不要急嘛，你等了一定什么？这叫如果严格说是翔硕会涨，未来翔硕休息的时候就轮到什么？轮到二线的，所以这地方你要等，等的是有机会的股票。那翔硕既然能涨的话，那相关高速传输难道只有翔硕一档吗？不可能，还有微风，他不跟你讲微风，我认为不只只有微风了，包括昨天跟你讲的通家，包括创伟都是，所以跌都是你的好朋友。不要看他跌说，哎，为什么他没有涨啊？翔硕是涨成这样子，啊、没有涨就没有涨，会怎样？抱住就好啦，那大跌大买啊，分批做一个买进，你就会赚大钱啊。不然等着看下去，哎，翔硕涨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高速传输没有未来？所以它的供应链，所以等到什么？要么等到有利空出来的时候哦。这个地方高速传输既然翔硕这么利多这么多，那相对很多股票没有利多还没涨，那就是会什么？哎，我们可以预测它可能有利空啊。哦，所以在翔硕这个地方涨完之后，等到筹码吃干净之后，就会利空发布给你哦。那时候你不要又吓一跳，哎呦，怎么会是这个事情？实际上那个才反而什么？是一个大好的买点。那翔硕营运是好到2025年的目标价是来到2400块，所以当然今天一定要涨的。今天大盘就算没什么动，它也是领先大盘再创新高啊，现在应该创了一个天价了，1870了、哦、所以这张股票现在也很给力，836上半年就去年的上半年是1月6号765块你买的，也等很久啊。你说如果说那个小高点1300左右的话没卖掉，他后来又跌回来8836，你怎么你一定很气的说哇怎么没有赚到，会不会怎样哦？在这个地方又是再一次的很好的一个黄金买点。所以有时候股票要怎么讲，虽然它有时候很干扰你的心，当然是我们希望是百分之百能卖掉最高点，能买在最低点。那实际上我认为股票是分批逢低做买进，逢高你慢慢的出，甚至翔硕，因为它没有达到它真的满足点，现在再回过来要买上半年那个高点1345就好了，你买得到吗？它现在已经来到187，所以一年时间如果再回过来，你都不要理会它，都不要理会它。实际上它反而让你赚了很多的，一年时间是在说长不长哈，但是要买对的股票，你就可以。下半年都可以赚到128，当然最好是你上半年卖一趟啊，下半年再买回来哈。如果这样子操作两次就可以了。那你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做得到？我当然可以做得到，我怎么跟你谈翔硕？我八月份再跟你谈一次，我不知道它的走势吗？那上半年我们买765的时候也公告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啊，所以跟着我们就什么就底部做买进啊，下跌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所以在这个档股票带动之下，这行情当然我认为哦好，这总算这介绍介绍给你1600吧，1620呢，啊这么好赚，你说我就是不敢买，那我什么办法？我有跟你讲啊，包括1420这边，我都跟你讲过啊，说还会再涨啊，包括这1620呢，那既然它会涨，就告诉你台股在这边，大盘都还没有往前进。没有在马上创了一个波段新高，都有股票持续再创新天价了，就是5269的翔硕，当然不会只有它一档了，还有很多档，因为现在行情常常在大盘在整理的过程里面，都敢再创持续创历史新天价，股票跟什么有关系？都跟 AI 相关性有关系，而且它晶片 USB 4的晶片也是通过
认证的、哦、那这个当然是一定要用到它。那接着当然这个地方是上次跟你讲的买点，12月12号白纸写黑纸，你就不，你就嫌它太贵，我也没办法。那早期83年就嫌它说，哇，这跌这么深，我可以买吗？所以很多东西，什么叫对高，什么叫高，什么叫低，由我团队来帮你做检视的动作，这是最棒的。好，接着啊，这个地方之前再创天价，现在持续了，而且告诉你，指标在低档的时候还是持续在买进哦。这个之前的资料一路跟你讲，天天跟你讲，几乎天天跟你讲，天天跟你讲，想说公安会操生意，好，当作把你洗脑吧。对你洗醒了没有？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方，而且外资要调高目标价来2400，所以啊，高速传输本来就是 AI 里面非常重要的哦。你们 AI 传输要 AI 的所有的传输的速度当然要快，所以包括晶片一定什么跟以前 USB 3.0 当然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价格也非常高啊，那这个也不是，他这也是算是这里这一方的霸主啊 ，USB 3.4 的高速传输的这个晶片的霸主就是有翔硕，那剩下那个小厂当然是会雨露均沾，但是比较没有像他涨这么多哈，但我们可以等待。所以那接着我们要看一下，这是翔硕的带动之下，所以你很多跟高速传输有关系的股票，你一定要尽量低接。那你要想赚大钱就找我吧，如果你想赚小钱低阶你不会吃亏。那1月9号这边美国宽频的基建又来助力，然后昨天跟你讲过新通，那今天持续新通还是有利多，虽然它没有涨停板，3025的新通一个月它已经告诉你它赚一个月哦，要看清楚，赚赢第三季，但那一个月赚赢第三季，虽然它今天 股票本身也表现非常亮，连续两次涨停板之后，今天还持续收红，大盘是收黑的，而且12月份的营收连增了快7倍，所以今天当创高之后，我们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的确他今天有留个很长的上影线，为什么这张股票会这样，他还要再洗一次，第一个因为他本身的话乖离过大，他乖离过大，所以这个地方也不建议你这个地方去追他。我先跟你讲哦，它下跌是你的好朋友，那下跌的时候我们再说再研究，有机会我会带领大家。但有档股票今天有下跌啊，新通今天连续上涨，这样我们跟你讲了两天后，今天还是持续哦，有来到六字头，又回到五字头，但是收红，对不对？所以代表它乖离过大，目前它会开高会震荡，哦，开高震荡。那想要震荡，就说啊，那我卖一跳。那如果开高不变震荡，那就很可怕了。那个力道很强，但是我认为它乖离过大，如果怎么样买不到了，你也不要去急的，因为你有下一档选择，就4909的新复星啊。今天在这边我特别把它印下来，我昨天有跟你讲过这档股票，它今天最低还33，尾盘什么它是吃货啊，尾盘不是直接就冲上去了，几乎收最高在37，说哇老师怎么那么快，早上，对啊，早上还有黑啊，我在1月9号今天特别印象的时候，它还在黑盘，还没有很漂亮，34块。实际上我昨天就要隐约告诉你，这张股票也是急拉之后，它因为稍微回撤一下，拉回一下，回撤一下，所以买点最好的买点就在这个地方啊，甚至你买到33块附近都很好啊，34块以下，现在可能连35块你要买都有点困难了啊，所以你有的一定要关好好的续报。昨天才跟你讲完的股票，刚好今天跌下来，就马上印证我们选的股票就跟别人不一样，就让你赚钱。那如果以等距离来说的话，这张股票的发动点，好，到现在来说，实际上36.4，接着要过了哈，接着要过了哈，所以当然今天也过了，过完之后如果拉回的话，我们再来做一个考虑进场。投资朋友，因为这个行情是难盘，你不要说我跟你讲什么就自己去追，那甚至你可以逢着五日线做动作，五日线做动作，哦，那我们的股票也不敢跟100%在这边跟你讲说每张股票马上可以动，因为大盘集约量能不够，所以你一定要稍微忍，要什么，要知道它的一两档股票如果不如你意，哦，你资金又不够大，你一定要以股换股，在一个最佳的时间点里面来找我，我帮你做换股的动作。那有些投资朋友就很奇怪，哇，讲有时候都刚好在你就买不对股票嘛，好，那来到那个地方相对差不多的时候，就要砍掉，说不愿，老师我就是会赔钱，
那是赔多少？赔一千两千我给你好不好？你换到股票会大涨，你为什么不要？就为了那一千两千在干扰。那等到跌下来说，哎呀，我觉得我怎么办？还在跌。那你既然怕跌的话，就在一个最好的时间把它换掉嘛，重新调整脚步。只要怕你的股票不会赚钱的人，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就是一定要低接。尤其我们在频道上，中天频道上跟大家所讲的，好像这种新复星啊，包括一些盘面上主流股，你都沿着五日线去操作，我觉得会比较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要追高的话，当然是请专业帮你做追高的动作，否则的话，你追的不行，因为专业帮你追高的话，知道它什么地方是法人在进场的动作，那你比较安全嘛，才可以与权同行。好，那接着当然，今天我们很多人在问我说，老师宏达电爱当贝啊贝。实际上哈，你现在买它的人也可能明天也不会大涨，我觉得啦。啊，如果预测错的话，明天因为它有一个反压线在56块左右，但是未来它必定会过哦，所以这地方就天人交战，说老师啊，到底要不要？我要不要？我告诉你，你只要低接它就没错。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低点，但我认为明天那个地方的确哦，的确没有这么容易过，但是不小心如果关键点。却是直接，因为他只要利多法人买，他就一定过了啊。所以当法人要买的时候，你跟他同步什么做加码动作，对不对？因为反而是56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加码点。未来那短线来的话，他不见得马上过，所以我选择就叫我们的会员，好，手上有宏达电，你就稍微安心续报，因为四五十块的股票要涨个一倍、两倍、三倍。实际上从去年的经验来说，是很多股票创造非常多的佳绩，所以宏达电预计在这次 CES 展的期间里面，它展出新款的虚拟实境结合人工智慧的相关产品，实在就所谓头戴式装置，这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它的不要一直以为它好像看到它宏达电那边就会开始说，哎呀，这烂公司。像以前在1300的时候，谁会说它烂公司？它也是曾经是股王啊。那现在的宏达电是告诉你，它今天我特别怕你早上没看我的节目，我特别提醒，它是面临到一个第13年的转折。而且 Machine Pro 本身的话，只要卖得好，而且郭明奇这个大分析师也非常肯定，他对苹果是地球地表上哈，只要是最了解苹果的未来，只要讲苹果的目标价各方面，基本上都十拿九稳。所以跟苹果这边，它当然这个地方跟苹果也发表，今年要发表 Machine Pro 本身的话，将是下一个消费电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产业。你还有想法，他去年有告诉过你大力光的时候，郭明奇。他把大力光调高目标价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不敢相信，结果然后大力光直接来到2880，现在就算怎么跌，还在2600左右嘞。所以啊，这个人讲话你要注意。所以他这一次也对宏达电评价，因为他虽然没有特要对宏达特别讲，但是的确他这个地方告诉你，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性明星的产业，而且苹果的。Machine Pro 被视为是 VR 跟 AR 的产业的重要的火种。那当然 VR 跟 AR 本身的话，真正在这边最深入的是宏达电，研发会花很多，到现在都还是在亏钱，这也是实在的话。所以未来进入到它一个开始要开花结果的时候，当然你也看到它12月的营收是开始 回升的哈，成长了8%，11月成长了60%，已经不再赔，这就是它最大背后的利多。所以未来如果郭明星肯定这一块的未来是消费电子的明星产品，那当然也不会缺少宏达电。我要跟你讲，曾经这个人讲大力光准不准，他今天讲的股票是十拿九稳，所以我们就要相信他。他说不好的股票的确市场上给他评价也非常高，他讲什么人家说话术也跟当，尤其讲苹果概念股的，尤其讲苹果 Apple 的话，更是地表上最强的分析师。那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刚好配合他讲的哈，包括今年的 Machine Pro 本身哈，有一个未来的
产业的发展。那这个地方当然宏达电从1300块跌下来的话，就是我要跟大家谈的时候，你自己减嘛，113减掉100是不是13年？所以今年正式进入它的一个启动年，叫大转折年。所以我才跟你讲，56块实际上是个加码点。哦，短线上我承认它不容易过，甚至明天可能会跌下来，可能会开高走低，但是我不会接那种短套，我认为那个叫短套。你买的未来你会赚得到钱，短线我不敢跟你讲，马上可以现买现赚涨停板。但是如果不小心运气很好，你现买现赚涨停板，哦，这个地方真的是你真的是蛮有福气的。而这张股票今年跟去年一定大不同的，所以你要特别的，而且指标都在低档 ，MACD 跟 KD 都在低档区，所以这张股票虽然今天没收最高 55.6， 因为56块那个年限那边本来就不容易过，哦，本来就不容易，但是它是一档已经打底完成，还没有正式走出生段，所以还有主升段，还有不小心会不会有轧空段，哦，喷出段，就是主升段中的主升段，就像上次从100年才最高来从1300，那么为什么涨1300？最重要就是轧空嘛。轧空嘛，所以空单这个地方进来，宏达电这两天的空单也在增加中哦。如果空单不小心增加太快速哦，它应该会直接奔到六字头以上，甚至7字头。哦，这边跟大家分析啊，说宏达电不要去看坏它，哦，就怕没低层低档。那今天秦晨就是大家知道这名字听的就很详细了，秦晨就银邦2023年营收暴击，在今年难也是仍然是 AI 的，就独秀嘛。哦，一枝独秀嘛。那银邦的话，去年涨那么多，今年再怎么跌，跌到400块不跌破，那我都没法兜。最好秦晨这张股票也是补你银邦所没赚到的钱。而且我们跟你讲的非常的明白，400块那早上也讲过，他不来。所以今天涨停板虽然没锁住，但是我认为你不要卖没有关系，你卖掉也不见得有什么低档可以买回来。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讲，因为400块已经打底。重点是他往哪里走，他这四字头就准备要往五字头来迈向迈进呢，所以这地方什么你就抱住就好，在乎他今天有没有涨停板卖掉，你卖掉也不见得买回来，我已经跟你讲那么清楚，而且指标都也是在相对的低档，只是因为进来的短线客也相当多，因为大家无聊嘛，就想说啊，这股票强势转有涨停板，要不然就卖一下做个当冲，是这个原因他被打下，实际上这档股票你不能太小鼻子小眼睛看待它，好，因为秦晨价位比它低，但今天秦晨为什么可以说涨停板？因为大家本身都在冲银邦啊，不要看一下啊，它的那个冲销比应该蛮高的。那正它就没话说，正卷子比都还在23.79。那今天这个地方哈，很明确，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里程碑。它上次从20块以下涨了一小波，来30块，涨了50%嘛，所以这一次的底部，我那时约了，我跟你讲说24块左右，那啥跌停板，我说跌停板也不用怕它，跌停板隔天你就是买进，跌停板隔天不再跌的话，这个都是买点的，因为这个都是五颗星的股票，然后从那地方开始算起来，24块开始算起来，这张股票应该哦，以目前来说的话，它也是一档冲天炮，会冲过什么前波高点，不太难，不太难。哦，这种股票也从一字头到二字头，我们都跟大家也报告过了，很详细。它就是一档正在发，正在发，而且等了一年，你要给它发多一点。好，这是之前啊，我说一个月涨一倍，哈，啊，闷死你一年。所以这种有时候这种耐心呢，啊，包括那个，虽然要考验你的那个人的个性啊，就像就修行一样，要如如不动啊。你做得到吗？每天很多客户今天这档也要那档，你永远赚不到钱啦，股票不要跑来跑去啦，那也不要追高杀低啦，好，对，那你说你没钱的话，不要一次下来就分批做买进，分批，哦，如果100万就30万，那也不要说一天就全部买满，哦，就慢慢来，除非我告诉你重压哪一档，那确定有消息的话，你重压那一档的话，才会说 bingo，哦，如果你想要在那边重压一档两档的话啊，短线上能有一个获利，哦，这个地方你一定也要记住，最少获利一定要在什么，我觉得一档股票获利如果，哦，没有30%以上，现在都不值得我操作，所以为什么我的股票可以赚30%，
好，要赚 10%、5% 也很简单。的原因在你要低阶一些主流股，如果你低阶的正发那时在跌，你买的位置的话，在今天单单今天的涨停板你就赚 10% 以上了。何况在之前的话，我们等了一年，哈，11块到12块的大底完成，是不是涨了一倍？还有一倍。如果这一波涨到24块，这边刚好回来做整理，好，那很清楚了。20块从那边再出发，就是另外一个里程碑的开始。应该涨了50%，还有50%，就是什么？从这地方开始的话，准备三字头重新会再看到。好，所以请你不要这边自己。常常会想太多了哈，所以今天当然今天在选举前的前几天的话，你要记住我的话哈，要记住我的话哈，就像吴忌要记住他妈妈跟他讲的话，不要相信空头哈，否则你会被他害死哈。要相信一些不要相信那些曾经哈，就是说正邪不两立。那当然。这一句话以前在吴忌是在张无忌这个人是等于是他的爸妈是被人所害，杀死的，所以他就这样记住要就是谁杀了你的父母嘛，就要汲取教训嘛，就是谁害你卖在相对就低档的人，这你这么听得懂？就是谁害了你的人，你要永远记得他，谁害你赚不到钱呢？为什么你还苦苦在看他的节目？我觉得很奇怪，我跟你讲了勤劳又诚信的这档股票，就是勤诚，好，就1月14号就给，也还是给你，还有包括亚力有没有涨，今天来到82块，所以是1+2等于什么？等于就是霸王花的发啊，所以有股票问题，那时我们都告诉你，你可以来电，我们帮你做解决。那你看勤诚，我们都不用叫你来试贷了，哦，你直接看节目就可以拿去赚了，今天涨停板了，好，所以说。什么叫很多人在推什么世代啊，或者是我们的同业也是很喜欢说你先来把资金多少我帮你规划。现在世代齁，你我也不用帮你世代，你看我节目不要追高杀低，我该送你都送你的。所以这样代表说我们的职业了当跟你讲那么清楚，比你去被世代齁来得更有价值，你听得懂吗？我们是公开化的齁，所以很多人老师你为什么不世代？我电视上不是已经给你世代了吗？直接跟你讲这么清楚，这样勤诚没跟你讲很清楚吗？有吧？哦，所以接的很简单，勤诚错过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错过了。勤诚未来会不会来再来创波段新高？以目前的走势，我觉得越来越有机会。哦，但是这个勤劳诚信的人，接下来到底要找谁？我要找给你的就是真正能底部要进场的啊！你不要老是追高啊，就像今天勤诚涨停板了。但是之前有送给你的，还记得勤劳诚信的人吗？是不是我还没有涨停板就卖光光了？一定是啊！投资本每次看盘面不好，都把那些有比较量，就是比较逆势上涨的股票就，就啊有获利就把它卖掉。所以常常错了，你要卖掉是那个让你赔钱的股票，因为你资金只有一套，所以你一定要把一些不对的股票在及时的行动里面，在一个相对不要太。我大概都换股的账，就是把客户的股票，在一个以股换股，那不会让你赔很多钱，但是你换过股票涨一倍，你就不会在乎了哈。这就是我从来我的规划的重点，而且我股票不会跑来跑去，来回做价差，帮我尽量低接，这样子的话，你就成为非常有钱的人。在股市就为了一个钱字哈，不要说我跟你讲，你不要赚钱，你就是为了赚钱才来股市，所以要怎么样培养你的胆识？哦，不要心惊惊啊，哈，心惊胆跳的哈，然后买了又怕，啊怕哈，怕卖了又飞了哈，就是这样，这很麻烦。所以你一定要培养底部进场，你喜欢底部进场再来找我哈。如果你想要每天他们冲来冲去，实际上啊看电视就可以了哈。也祝福你能冲到好的股票。我们从来都是希望带给你就是一倍、两倍、三倍的获利，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你可以赚到年底。去年不就这样子的吗？2023年，今年的行情会比去年更大，因为震荡这个地方选完举之后，我们台湾会补涨，所以选举完之后就没有低档。如果你喜欢追高，你等可以等选举完之后再去买股票；如果你不喜欢追高，你可以来找我找下一档，可以代替你勤劳、诚信、诚就。勤诚嘛，哈，8210勤诚嘛，讲什么？到接下来你要找谁
可以让你复制成功的经验，这个地方欢迎你。反正进来的伺服器机壳全涨停，已经告诉我救世主 AI 的救世主已经在启动了，所以你也没有多少低点可以做买进。但是未来的下一半会在哪里？就是接下来找我，我会告诉你。然后你想赚钱的人，就什么就拿你的股票来换哈、哦，那你一定要愿意换啊！不要跟你讲说，哎呀，我就是赔钱的，这个话我不要听了。你不换也是一样，那边都有如如不动哈、哦。所以接着我们也欢迎大家记住，真的记住这句话，永远都是这个观念。股市的输赢就只有两个重点，一个是选股，还有个买卖点的一个规划。好、哦，那、啊、这是我的强项。如果你可以接受我的规划的话，你记住来找我就对了。那接着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获利就是讲对两件事嘛，找一个眼睛好的人，包括他会帮你选股人做动作，那一切就 OK。今年你可以赚得满满的，赚得饱饱。好，喜欢赚大钱再来找我们，也祝福大家明天操作顺利，明天见，拜拜。跌宕起伏的投资市场，你总是被割韭菜吗？选股操作的过程中，总是追涨杀跌，挑错标的。在股票市场中，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获利是我们的目标，涨停是我们的期望。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跟着强势股赚一波，让股市霸王花和怀真带着您与钱同行。